我今天特别带了这张椅子，矫正护腰椅垫，屁股一靠紧，我根本腰都不用支撑，它就自然而然就挺起来。你看到这个 S 曲线，它就帮你的腰支撑了。对对，大家看是有一个 S 曲线。对，其实它这就是一个杠杆原理，它这个地方突出的地方是顶住你腰部凹的地方，它帮你支撑住，然后就顺便就矫正你的坐姿，让你这边好像有一个小枕头帮你靠着，其实舒服的。然后在臀部的这边，这个弧度大概是6到8度，帮你 hold 住。我这个最喜欢这个地方。没有，你假装要翘二郎腿，你看一翘上去，这边就会歪了，歪了，你就会想要还是把脚放下来，就不想翘了。这个时候你的脊椎已经归位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姿势是正确。我从刚刚坐到现在，我都没有去移动它，我发觉就有人撑着我的腰，我一直都不会觉得我腰酸，然后我都是觉得我正常的姿势，我不用一直往后想要靠，不自觉的让你的姿势变得比较正常。